台湾的小笼包专卖店各有各的特色，不过这也养刁了顾客的胃口。如果只是一般的小笼包店，怎么能入得了客人挑剔的味蕾，赢得了他们的心呢？吕家小笼包开业30多年来，几乎每日都是人潮不断，现包现蒸现卖的小笼包着实满足了不少当地老饕的口味。也正因为顾客的长期支持，才让吕家小笼包一直名扬至今哦。这里只在晚间和宵宴时段开卖，走进店里就可以看见一笼笼高耸的蒸笼，散发出袅袅白烟和阵阵香气，透亮的外皮，隐约可见的内馅，配上桌上的姜丝，吕家小笼包保证让人大呼过瘾。